可以吧？对，我们下波，然后他的必死，我们打一波团推一个塔。那我们这个杰拉掉线了怎么办？对，这都好聊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你别死，秒杀我兄弟，秒杀我。Nice， 对，放不出来技能，什么技能都放不出来，我还惩戒了，还死了，心态崩了呀，兄弟，黑科技大虫子，哇，太暴力了，直接血池是不可能走得掉的，挺搞笑的呀，兄弟，好像这老鼠为什么不开大呀？老鼠开大破败吸他，这吸血鬼死了，要开原地开中亚，原地中亚等死啊，兄弟，没用的呀。哪条路？